板南线美食，吃牛排就是叫拌成牛，好吃猪排饭就是要拌成猪。香蕉，香蕉，香蕉，有点年糕哎！这里太像日本了吗？不过你是中医，对啊，就跟你一样。特别的是什么？这个锅盖，锅盖啊，锅盖最特别，通通不能吃。太丑了，这样都一样。好爽！旅行乐团每周六晚上8点卫视中文台。